线上角色扮演游戏《神域传说》有着让人怀念的 2D Q 版人物造型，玩家率领一支由英雄以及佣兵所组成的队伍，一路过关斩将向前推进。战斗时，队员会自动攻击，当技能冷却时间归零之后，就可以释放各种技能来取得优势。另外，要是按下队员头上一闪而过的 Burst 字样的话，还能够使出各种强力的招式。而除了一般的关卡之外，游戏当中还有竞技场以及 BOSS 狩猎的模式等着玩家来挑战哦。